每人一个动作，合力拍一张心形照片发微博。只有你们仨是吧？哦，我们三个人的，不是所有的。不是所有，你们三个的。来吧，你俩就比我是中间的人。作为一个非常小的弟弟，坐在他们两个人中间，我也觉得非常尴尬。非常小的弟弟，谁是你弟弟？我们两个人八秒喝一瓶水，八秒喝一瓶水，你能吗？你能吗？你啥也不行。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九秒，九秒了。两兄弟，现在都还没喝完，他可以。心酸吗？这个环节，为了留下来，高瀚宇用时九秒，徐正熙十二秒，那也很厉害了，九秒也很厉害了。你们重新设定一下挑战时间，那我们就设定九秒吧。九秒，我吃好要灌水了。哎，我也是，我也要灌水了。我们来，我也上灌水，你给我来一个，你正好灌个水。哎，你们不能歇会儿吗？你们三个只要有一个人低于九秒，就算成功。来吧，准备开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秒，五秒，哇，太凶了！你才是青蛙呀！我们真的是水牛，就是我们喝很多的水。哇，你们这个组太恐怖了。没有，你要知道，他是一天喝一箱的，他是这个水量。我喝水喝的比较多。他一天喝一箱。哇，我哥哥以后就叫下水道。这是我十几年来第一次玩游戏得第一名。哥，原谅我一次，我十几年第一次玩游戏拿第一名。
十几年第一次第一名，什么概念？还有人挑战吗？没人挑战的话，就子韬组独得四分。你们上一个呀。走。补点水。我们仨。准备开始。一、二、三、四、五、六、七。哇！哇！挑战成功。三个人都挑战成功，加四分。哇！哇，刚才那个竞赛还不如不上呢。我们是送分童子。目前用时最长的是徐正熙，十二秒。发起人十二秒。你是发起人。大家挑战都是八秒，八秒以内。黄子韬，你赶紧说说你自己的被别人的误解。没有什么误解了。我第一期的时候，他们说我有狐臭嘛。你知道吗？啊？谁啊？第一季的时候，我不知道。但确实，我坐你旁边，我的鼻炎好了，是吗？是吧？就这样的兄弟在旁边，没有都得有了。但是我想说一个事儿，什么事儿？就是这是一个现象。我们是被制造谣言的人，我觉得我们没有任何的错，我们不需要去做什么澄清。造谣我们的人是犯错的人，他们不该做这样的举动。因为没有人比我们现实中的人更了解我们彼此的生活和工作状态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你没办法透过一个屏幕了解我们到所有人，所以他们只是对他们未知的事情跟人，只是觉得他们很懂的一种状态下来批判或者是评论我们每一个人是什么样的。但是我想告诉他们一句话，你们真的没有资格。